用撩刀打击进军美国旧霸气。鍾意打击的男士有了佢，又可以边小解边打击。撩刀感应器随着撩的方向控制左右，玩滑雪机挺舒服啊。这个由英国公司 Captive Media 研发的游戏，在当地酒吧有得玩。That is awesome. I think it's brilliant. Wow! 最近正式进军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可口可乐公园球场的男士，由一个医疗团体资助安装，直至希望男士注意前列腺健康啊。